主裁判王迪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。这里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转播。中超联赛第21轮的一场关键战役，由北京国安对上山东泰山。不是说本身能力涨，是因为自信了之后，对，可能发挥会更好。哎呦，这边王大雷失误了，高天一给出来，王子明调整慢了，高天一直接射门，球打飞了。泰山这种打法，他不会是特别华丽，但是一定是非常实用。嗯。李海龙，跟刘宇，好球！许昕又一个失误，曹云静抢断了，再过到了禁区边缘，传出来，安德森席尔瓦停住，右脚大门，1-0，17分钟，看啊，哎，抢过了也好啊，他传的也漂亮，搓起来，然后打的对，打了一裆吧，打了再拎一裆吧。是吧？没办法，打的一小门啊，打带领。关键曹永静抢断、突破、传球，就是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最合理的，嗯，对吧？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最合理的。人这种有利无利的原则一定要掌握好。嗯，现在在这个，哎呦，掉门了！安德森席尔瓦，王大雷在哪儿？还好啊，开起来前点漏过来机会，戴林，戴林进球了，29分钟。上赛没有郭天宇和费兰尼的情况下，就两个中卫，这俩高点为什么会漏这么大呢？再来看这个球，杨帆在干嘛呢？啊，漏人漏得太厉害了，这下怎么杨帆跟到一半不跑了呢？你看他停了，他往那个方向跑是什么意思？许昕右脚开起来到后点顶到中路再顶，哇，这个防守不对呀，要是莫伊塞斯跟费兰尼在的话，这个球肯定又进了。锋线啊，今天席尔瓦表现真的非常不错的啊！这边打身后，德尔加多到了禁区里边，第一时间没吹，摔倒了。德尔加多左脚射门，侯森这儿扑出来，金泰妍赶紧破坏。中场一失利的话，现在李磊也好，金泰妍也好，基本上他只能回到后防线、一条线的位置上。看看角球，徐昕啊，右脚往里旋，这个落点又空了，2-1。再来看啊。哦，这是柏杨，这柏杨不漏，这个刘彬彬这也漏了呀？不是，这俩人打空门，看。对呀、啊，这跟这第一个越位一样的呀？这球有没有越位呀、啊？好像有越位呀、啊，他是不是踢刘彬彬身上了？哦，对，那越位了。那看，那就是看、哦、可能有越位了，因为打到刘彬彬身上有个变线。吹了啊！齐天宇他是有特点的，漂亮！齐天宇底下没停住，要不断的提升才可以。嗯，好球，漂亮的传球，李磊往后脸送，机会就是抓第一时间啊、哦、这个球送的真漂亮，而这个球凌空还是打在两个这个防守球员之间这个空隙当中。哎，曹永静这球好球啊，再传出来，他席尔瓦自己射门挡出来还有机会，王子明左脚再打被挡到了横梁上，2-0，戴林赶紧破坏，直接再传中后点，曹永静头球做前点，王大雷的就曹永静拿头，你看这一下贾德松被生吃了，没错，他不敢动手了，因为他有张黄牌了，这是我们讲的问题，对，有黄牌。王大雷是哦，是这一下被贾德松带了一下，看啊，这一下踢到他头了、哦、对，在中后卫是一个客串打中后卫的刘欢搭着两个联赛首秀的小将，19岁的小将。看看齐天宇右脚开起来，这次落点是后点，侯森出击凌空打门漂亮呀，这球选飞了，看从我们这看着很像啊，啊、哦、还是偏了，打到外脚，德尔加多进到挑，好球，段刘宇分左侧，刘彬彬队友套边送楼上去了，刘彬彬内切之后自己射门进脚，被侯森打的。这是选择了抽了一脚，给左侧刘彬彬一对一，面对阮青龙内切一步摊开，再扣一下，再晃动走外线，左脚再传啊，这就变成吊门了，被侯森扑出了底线，哦，滑了一下啊，滑了，
刘彬彬也确实是快啊。他应该是梅县级球员。嗯。你看这身高。徐昕的主罚。开起来，一个高的弧线后脸，刘彬彬头球点回来，中路跟进，希尔瓦解围，再打死了。这球一点下来，这都没问题。后点刘彬彬顶没有啊？他要吹手球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手球，这个没。郭天宇现在对郭天宇这个腰还是不行。对，方永静好球，这个变向漂亮，再往中路塞，王子明顺希尔瓦左脚射门，王大雷神扑，哇！王大雷立了一功，这就是冠军门将。左侧李磊瞄了一下，再起后点头球顶高了。谢龙飞是不错啊，扣曹永静漂亮顺。扣一下，扣给了曹永静，曹永静进了禁区，传前点漏，后点跟进，安德森席尔瓦面对王大雷搓门送龙，将球解围掉。席尔瓦今天真是有机会，梅开二度啊！本上来自于曹永静的传球。嗯，西天宇这球他确实不打边后卫的啊，他这习惯不太好。但这个球不能把球暴露出来啊，是吧？你可以把这个用身体先倚住这个曹永静。这样的话，王迪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最终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是激战90分钟，打成了1-1平。